깜짝이야. 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呀！老大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不知道是哪个网友乱暴露。他会不会跟你假地址啊？应该是不会吧，因为他还有图片。插入了。对啊。让他被说哎，啊，必须跟观众说明一下情况。其实我们今天开机之前就已经找了一段时间，就是今天的探险点。他说在深山里面有一栋这个废弃的老宅，然后曾经发生过一些案子，然后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。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一栋深山老宅，它的前面是一个算是山路，然后那个山路啊常常发生一些这种机车的事故，然后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案子就是曾经有一个男子，然后他骑重机的时候在那边累残，然后因为不明原因，就那个男子的头跟身体就是身首异处，然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。然后后来这个网友就是跟我们说，其实那边有一栋这样的房子，就在那个弯道那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出事的弯道这边，我来找寻这一栋房子，啊，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只知道说确切地址是在这里，然后他当时也有提供图片给我们看，就是这边这条路，啊，结果来到这边啥都没找到，我们再上去看看。好，干嘛？没有，一直听到旁边有声音啊。可是这边不像我们以往去到的地方，这边路是有被重新整顿过的。对啊，而且非常的新诶，而且感觉不出来这边会很挤呀。不是，我说的是外面我们刚进来的那条路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弯道。假如路会串，加害。观众可能看不出来，这边的路是斜斜的一条吧，前面又是岔路了。
顾一下四周，可能那工厂是有人用的工厂啊，是那边啊，去看看。像好房子啊，感觉不像啊，在重建，在重建，会不会是已经拆掉重建了？然后你看，这边还有小路。对啊，而且老大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听到？原本我们早上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狗吠，早上的时候完全一直在吠。对啊，应该是发现我们进入他们的领地了吧？附近还有什么建筑物吗？我刚刚看到就这里而已啊。你这样子往上拍，看看附近有没有建筑物。走吧。我说你往上拍，看看有没有建筑物。上面吗？可是上面感觉就像草丛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会穿，哎呀，我就问，是来带我爬山的吗？看一下这附近吧，然后建筑物，建筑物嘞？你看那边，那边都有灯了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应该在山顶了吧？啊，为什么现在都那么硬？现在都是一定要到那个天涯海角。才会有点，是不是？干他呀！你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注意注意旁边啊！不要推下去。怎么了？像模糊哎、欸！等下，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哎、欸！我刚真的看到有人，真的有。
他是在哪里啊？该不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新的公寮吧？再回去看看。现在时间太晚了，危险。那怎么办？找不到啊。那今天整先撤吗？哎呀，好吧。我刚刚就这样子。屁啊，那边是土呢。难道是我爬山爬太久幻觉啊？那边是土呢，哥哥。我走前面。你不要笑哦呢。有点奇怪的感觉。还是我们踏入人家的地盘。等一下。不是我听到铃铛的声音。嗯。又有了。从那边传过来的。对啊。哥，你是家家听啊你？灯给我。那边有红布条。嗯，我算大看。感觉比较像是什么结界。就那边才有。嗯，没有，其实刚沿路的时候都有，没有叫你特别拆它。